继续是来自新港乡的消息，新港洪天宫金虎夜总会长洪宏仁十九号率领全国十五个分会成员，做会绕境新港乡为虎夜的诞生造势。洪宏仁表示，除了严格来管制狗的食泡点以及食泡素之外，也推行关闭做偏乡，甲捐发票做爱心公益。新港洪天宫金虎夜会成立两年以来，十九号首度举办着全国金虎夜大会师。一万五千多名信众齐聚在新港洪天宫庙前，做伙压轴来回乡。啊，规条新港洪天宫的广场啊，街啊面四条街拢种塌。我感谢全国只金虎夜会，今仔来新港洪天宫，来拜咱的金虎夜，来回乡来压轴，超一万两千几人，啊，一万。嘿，全台湾啊，福建也有福建蔡马勇，伊福建会的蔡马勇的嘛来几啊百个。来自海内外各分会信众，大家做伙穿着象征金虎爷的黄衫，沿着新港街道绕境，并分散到的店来食泡。特别的是，多数分会拢改变着爱食泡的传统，以彩带来取代着大量食泡的状况。有分出的分会吼，卖讲散散回来安尼，我再给因做伙共一工时间回来，啊个。有讨论一寡，之前阁有讨论一寡要办一寡公益活动啦，做伙，再阁倒来遮，然后做伙统一祭奠啦，安尼较袂讲吼分散，啊阁劳民伤财啦。遮个分会吼，全部拢吼是伊家己去叫来安尼啦，就是有灵感，足济会奇迹吼，实在伤济讲袂完啦。安宏仁表示，金虎会在新港洪天宫有七年多的历史，今年刚好是新港洪天宫百年造就，所以特别邀请到各地虎爷分灵，在今年虎爷圣诞祭古，借此让更多信众知道新港洪天宫虎爷将军神威显赫。这届全国参加的桥有二十二顶，是台湾首创金虎爷嘉年华会，同时庙方提供金虎爷造型服装，让艺人蔡小虎来代言。好像从心底发出的一种心啊。然后觉得就跟金虎爷结合为一体的感觉，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好，穿起来感觉就好像金虎爷上身了。新港洪天宫虎爷受封头插金花，因此这点开始先由洪天宫董事长何达宏亲自为开机虎爷进行着晚会的仪式，李林基传递百尊虎爷的宗教文化和民众的信仰，堪称是空前虎爷同大的规模盛事。三省考教洪新港乡采访报道。